女儿感冒超紧张，老公还当猪队友。睡觉前就给女儿先吃一包药，转身抽了两张卫生纸，然后又拿药给女儿吃，叫她喝个水。过一分钟，我女儿说：“妈妈，头好昏哦，水臭臭的。”不，拿起来喝了，是清酒。爸爸还拿一杯起来喝，哎。怎么是水？我的酒呢？他的酒在他女儿肚子里。天哪，配药！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